Hello， 大家。我跟我哥今天要去汉堡拍一些服装模特照片。那所以我们现在在火车上，然后我们这边就会经过很多德国的小乡村。那看一下外面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，因为天气很好，天空就是蓝色，然后这边树都绿绿的，我觉得很舒服，很棒吧？所以我们大概要坐半个小时左右的火车，那等一下到汉堡，我们再给你们看一些汉堡的一些地方跟我们的服装，哦，还不错哈，哦。你们现在就知道德国乡下就大概长这样子。这边是什么？太阳能哈，哦，你们看德国环保做得非常的好，这个台湾可能要再加油一点。这边全部通通这些东西都是太阳能的，所以德国这方面真的很发达。好，等一下啊，到汉堡再见。OK， 我们现在到汉堡了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去一个服饰店买一些衣服。好，先走吧。它是汉堡的主要的逛街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如果你们来汉堡的话，你们一定要到这边，这边可以买很多东西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德国人很壮，连女生都很壮。我这边是很小一只，感觉很奇怪。这边的海边真的还蛮漂亮的，虽然有很大的船，那个还好，但是这边的沙滩蛮舒服的，不会很硬。然后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热，德国很少会这么热，今天大概30度左右，但是天气没有像台湾那么闷，比较干一点，所以今天拍照片这边很舒服。然后这边的房子也都非常漂亮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德国真的很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。所以非常开心进来这边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我哥哥 Julian 啊，他是我的摄影师，谢谢你。然后我们拍照的摄影师在那边，他叫莎莉，他真的非常热情，他很棒，给你一个拥抱。哇，他真的很厉害，非常感谢他。OK， 谢谢大家，给他说。